個新加坡。有一本電視的電視有四個不是借給美汁它紅色不是等於沒有的不用借因為閃得多嘛巨型咯，好长噶，有三米。是一家真正的区块链银行。澳金银行已经有变现，业务增长前景稳定，给少不了。持续增长的增长，被誉为全球最安全的银行。民间常见的各种安全情况。你这样吧哇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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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